陛下可是多灾多难呢，刚拿到兵权，却享受不了几日，唉，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还不得我安排。 来人，在，把陛下看好了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谁都不能靠近。是。干什么呀？啊！陛下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伯母。陛下。我们都走过了，最后一关一定要挺住啊！你醒醒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